归的盛放，一路上有你在我身旁。时间的花都在勇敢的歌唱，超越一切，穿梭时空，带来光亮。夜空中闪烁的星光，是我们汇聚梦想的光芒。出发吧，最天使挥动的翅膀，只有相信，世界充满希望。盛开吧，这世界最美丽的花，用生命散发希望的光。叶落里带你爱的力量，寻找心中另一个自己。我是最美丽的孔雀啊，我真是哪个角度都美艳动人。在和冰公主的7日之约中，心灵仙子元神耗尽，为了唤醒她，我们一起来到仙境，却中了女王曼多拉的陷阱。大家都被关入了镜中世界，只有我和主人被水王子救出。庞尊帮我们唤醒了高泰年。这时冰公主出现了，她说有办法打破镜中世界的封印，不过需要我和主人的配合。曾经我被关在净空间的时候，和主人心意相通，打破过结界。不过我好害怕我的秘密会被发现。凄凉残破，人都去哪儿了呢？萝莉他们会在哪儿呢？啊，什么声音？他们在楼上吗？声音在这个方向。这里竟然有扇发光的门，声音就是这里传来的。看来我要找的就在这里面了。哇，这是真的吗？太美了吧！哇，还弥漫着玫瑰的芬芳呢。这地方应该我住才配嘛，但这房间就这么大，根本没有王毛和萝莉啊，他们不在吗？这是什么？好漂亮的宝石盒子呀！这宝石这么闪，不会是真的吧？首饰盒吗？挑几件好看的带回去。哦，锁了吗？打不开呀！突然地震起来了，怎么回事了？啊！盒子里面好像有什么。啊！人间地震啊！我们是在盒子里，一定是外面发生了什么。啊！怎么又来了？送回来之后就总是昏迷，睡得多，醒得少。医生，这令公子在美国已经做过手术，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定还有办法。别等着孩子面哭，一会儿醒了呢。来，出去吧。 开始了，待我把电流注入他的心脏，如果有效，他就和正常人一样。当然，失败的话，好，你开始吧。夜魔一魔，电闪雷鸣。 明，这是怎么了？电力是给他了，是排异还是吸收啊？就看他了。明，醒了吗？来人了，先走吧，剩下的交给人类吧。明。 医生，医生，快来呀！医生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奇迹啊！高公子的心脏动力很强劲啊！他之前的症状确实都消失了。当然，最好是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但是。 他虚弱的心脏奇迹般的恢复了。夜魔力魔法，灵犀归南。我走了，你去找那小子吧。等一下，我跟你去仙境。你自己决定就好。主人，你要幸福，永别了。 虽然有颜绝花的如意，但能否打破女王的结界，还要看你们。毕竟是假的如意，只有在净空间里使用才有效，却只能维持一段时间。所以孔雀，你必须利用冰晶为媒介传递，将画的实体如意传给镜子那边丝丝的投影，在那边使用才有效。虽然我们曾经打破过一次结界。 但我和主人需要通过投影的虚体将实体传送到结界里，还未试过呀。主人，我们试试吧。好。主人，若要在女王的结界打开一个空缺，需要我们心意相通哦。夜魔力魔法，夜魔力魔法，纯洁如冰雪。 流入魔法，寒烟飘飘，如雪结晶，传递冰晶的信息。孔雀，我感受到你的气息了。主人，我们缔结好了。 开始吧！夜罗力魔法，我化成。纯洁如冰雪，却缺乏与嘲讽、空间折射。我与朱雀心意相通，打破结界吧！ 有人出现了，要成功了！主人，传递心意，打破净空间的屏障。如意开始出现了，加油！还差一天，马上就要成功了。 没有打破，反而产生了巨大的反弹力。思思，失败了吗？我接住你了，穿过了，是虚影。舒言，消失了，思思。 承受这样的冲击力，也是很为难了。我回来了，我们失败了吗？怎么办？我必须把如意送给舒言啊！怎么办？我们的力量不够吗？你们承受不起再次反弹了，放弃吗？再想别的办法吧。我不能放弃。 舒言就在画框的那边等着我，再试一次吧。如此坚决吗？你们要小心，时间有限，如此大的触碰结界，势必会引起曼多拉的注意。若他修复净空间媒介的缺口，只怕思思你的精神会被困在镜中世界，而若精神和身体分离过久，就会。 再也回不来了。什么？够了，不要再尝试了。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不，你们在净空间里越久就会越危险。我们一定可以的，主人，我们会把钥匙送过去的。我们开始吧，舒言，你等我。夜魔力魔法，寒冰飘飘，如雪结晶。 传递冰晶的信息，主人。思思，一定不要太勉强了。我知道了。夜罗莉魔法，纯洁如冰雪，白雾嘲讽，空间折射。这一次。 我们一定要成功！打破净空间屏蔽，开始地传送，出现了！坚持一下，屏障又开始反弹了，好强的抗力！坚持住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！够了，思思，住手吧！ 马上就可以成功了。哪只小蚂蚁不死心，还妄想打破我的结界吗？发现了，不好！他只是感应到结界被侵犯，还不确定是哪个进攻界，只怕很快就会找到这里。不行，先收手回来吧。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一定可以的。只要成功了，舒言，出来吧！ 思思，我相信你，我来拖延。是哪个空间，哪只小蚂蚁啊？脚步声近了，思思。 马上就可以了，还差一点。不行，离火保障，运势魔法，运势的两面。什么？小蚂蚁，是你在撼动我的结界吗？这地方雾气弥漫的。 安全。廖彩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来过吗？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但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啊！啊！那是，你看，一座城堡。这里我来过。 怎么了？他是谁？亮彩，你没事吧？这里，我来过这里，为什么明明来过却忘记了？哟，啊、小朋友们也来，谁？啊，毒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毒娘娘，主人，小心！ 魔力魔法，你的朋友借给我力量，植物干净凋零，叶罗力魔法，精彩手杖，植物啊，我的朋友干净消炎，植物的力量，还拥有了自己的保障，几日不见进步了，这是让水里下毒害怎么那么惨？哎呦，一个个都怪我。 小朋友，别冲动！什么变化？抓住他！横霸缠绕，好凶啊！毒吸飞！我今天就要替店长姐姐报仇！要是当年你们有这样的先例，冰公主还真的打不过了。真是危难使人成长啊！哼，没错，我们都缔结了新的契约。 那又如何？你们还不是被曼多拉算计？看来，虽然你们先例是有所长进，但是依然是小傻瓜。啊！你也知道曼多拉的陷阱？你们能逃出来真是幸运。是什么人暗中帮助你们的？啊！消失了！早知道有人帮你们，我就不必再给你。 想必重要的话，能说的他已经都告诉你们。小傻瓜就是小傻瓜，能不能回忆起来，全看你们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不了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不要相信你的记忆，要相信你的感受。快去城堡里吧。 他们等着你呢，再见了。建鹏能想起王默吗？孔雀和思思成功了吗？ 流转。